对啊。爸爸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没有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零到六岁，国家一起养。菜瓜布超人，妈妈对啊，阿妈拍谁？我要救地球。因为阿妈一兄弟救地球，快救公主哈！节电，节电，清洁家电，如何省电？你关时间哦。我话多，广告只有30秒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，我们的台湾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声音，你的经验，你的想法，你的勇气，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。你第一次有权利打破人与法之间的藩篱，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做一件大事，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。全体国民的新任务，你就是国民法官。从这边，我们家小朋友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。这次补助在家嘛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，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。我们养家很辛苦。从8月开始，小朋友上学，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，像是省教育基金。对啊。爸爸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没有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零到六岁，国家一起养。像啊。菜瓜布超人。妈妈对啊。阿妈拍谁？我要救地球。因为阿妈一兄弟救地球，快救公主哈！节电，节电，清洁家电，如何省电？你关时间哦。我话多，广告只有30秒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云雄。今天是星期二哈，今天是10月26号。那美股昨天还是在持续在上涨哈，昨天涨幅最大的哈，都觉得是 Tesla 哈，涨幅最大哈，涨了12%。那我们台北股市今天有没有那特斯拉这个概念股？今天在盘面上，我看相信应该是还是非常火红哈。还有，难怪看一下啊，昨天美股的。像我们的 ADR， 哇，台积电是在平盘小跌啊，小跌 0.5% 啊，联电上涨 2.28%， 联电在后天哦，那也明天啊，明天不是后天哦，这联电明天要法说会啊，法说会不会好事情，不会讲吼拍台积电，你要可以自己拿出来讲，不会啦。一般来说的话，上市公司很少这样子，除非是。大力光一家 A 啊，真的没了，很少了吼。然后，那现在目前为止吼，我们待会再看一下吼。现在来看一下吼，昨天联电还是有上涨吼，涨联电毛 key 吼啊，来看一下现在的上市分类指数吼，起码整体来看的话，就只有电子类股涨幅比较多吼，涨0.6%啊，其他都还好吼。那昨天。最强势的就是在运输股哈，但昨天其实我们大盘昨天是一度有跌到1.8%啊，后来有拉升起来，我的就是航运股，那带动整个盘面上拉升起来哈。好，咱过来看一下咱的台北股市，现在目前为止现在是上涨67点哈，去到70点嘛，哇，这跳来跳去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位置是在，连接说大家啊，我。这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是规划好了吼，我的接下来行动已经规划好啊。在这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规划好未来大概到这个礼拜的吼，到今天百回计哦吼，这个盘面上大概都是在这个区间呐，
拢头在区间啦吼。啊，这条顶头这条这条子这条线是咱的季线吼，这条季线。啊，季线那边的话，会有比较大的一点点的卖压啦，还是正常的啦。因为去涨到季线那边是整个从哪边上来的，你可以看到哪边下来的，都接收在家。啊，接收在其实都一样。这地方它平均的价格都一样，大概是在我们的9月14号，哦，差不多一个月又十天左右的时间的遐吼，九月十四号，介绍在家开始来，刚好这季线介绍在家来，这里啦吼，平均来算啦吼，这季线吼介绍在家吼，那平均来算来讲吼，季线是三个月嘛吼，三个月来说的话，平均大家都还是套牢，大家套牢的时候。到了季线的地方，他会不会想卖？当然会想卖啊，但这股啊套牢那么久了，当然会想卖股票，就正常的吧，哦，当然很正常啊。啊，操作你如果是在，当然了，这是指数了，指数方面的。啊，你讲我们操作，我们会去看操作来说的话，我们会去看季线嘛？当然会啊。哎，产业线呢？产业线非常重要，哎，那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如果产业对，产业。啊，但你大盘都不对啊，你也是看好这条线是往下呀、啊，对不？是往下呀、啊。啊，如果是产业对的，如果是大盘吼，你我们先大盘来说的话吼，这是整体的啦。啊，你讲看个别产业个股嘞，哎、欸，它不赶快拿，哎，差天下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麦来看一下吼，3035，来，这些啊。3035智元今天开法说会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今天上管到176，我今麦有阵是起2.5啦吼，2.5吼，这是智元啦吼，啊你也是看也，这是季线产业线，它的产业线是安尼啦，吼，是从这里就开始一直往上推升呢，嘿，不是今麦啦，不是今麦说。突然间哦跳出来的啦，唔是啦，后拜唔是哦吼，你也在看了，这产业线是安尼，在这里，啊股价在这里，什么意思？买对产业才是最重要，买对产业，啊个当然的个股会都再来分类就是个股啊，啊你讲买对产业，你在看3525，另外利旺。起码2240块哦，他们的 IPC 制裁2240块，你没看错，你没听错了哈。好，3443，创意再创波段新高。IPC 制裁，创意，啊，这种赶快，列三矿业季线这产业线东西在顶头诶，它股价都站在这上面呢，股价都站在上面，啊，这告诉什么？告诉我们什么？产业它是对的。啊，你如果没办法掌握这个产业吼，你其实你看到东西价格了。啊，你看到价格的时候你再去买的时候都是人家给你报到很好的时候，啊，你报最好的时候你听嘛就欢喜的啦。啊，你可能拿手来有吼，啊，你看欢喜，啊，叫我留得起。你拿手来无，啊，你也留得起吼，我真嗨啊。那又不是就在上面的吗？好，这是 IPC 制裁吼，这挂股票啊，真正啦，这挂股票你买不了的啦吼。说实在，你也不会，你很难追啊啦！你没有从底部那边才开始买进，啊，你讲底部，当然这挂股票，你讲够什么底部？相对高、相对低档的时候才买进的，相对低档吼，相对低档吼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现在目前为止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下，好，再过跨几的呀？最近啦吼，最近都是一挂像你可以看到能源股啦吼啊。其实基本上最近来讲你看冬天到了吼，其实我们现在的你也讲像很多发电的吼，发电的，你讲有关于像你也讲，不管是说火力发电、水力发电哦，阿够你还有一些像风力发电呐、啊，阿够太阳能发电，结果啊，你想发电晚上，你想这块发电以后，你如果剩余的电的时阵吼，你要怎样啊？储起来呀、啊，储能起来呀、啊，要储能呐 啊。储能对一些像我们能源来说的话很重要，这未来是最重要的。吼，因为再来讲吼，能源可以浪费掉没关系，因为公司啊，这储能其实是最贵，不便宜。坦白说不便宜吼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
储能，那最近我也是有在来底下储能概念股，在9月29号吼，我有介绍主要两支，然后一支是统正，一支是统正吼，啊，另外一档是3323的迄个嘉百玉吼，这嘉百玉吼啊，10月6号嘉百玉是涨停板吼，咱过来看一下嘉百玉，这里够涨的啦，昨天有涨停板吼，45.25块啊，后来是有打开上涨3.6元，8.75%，这其实8.75%呢，哇，这嘛足强的呀，哦，啊，这就这收台价9月29号的多少钱？多少？35块左右，35块左右，啊，我咧都遐讲的，这是我的跳滚呐，这我跳滚里面的啊，那我跳滚里面我分享给投资朋友，我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机会，我都分享，就分享给你们，啊，当然你要扫描 QR code 吼，你要有扫描 QR code 才有啦，啊我就不然就没有啊，哦，那你如果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咱今嘛先看一下3323好啦，3323现在目前今天最高47.3，细的47.3哈，9月29号的都一样，来，9月29来加，来看一下，来，9月29。9月29号在做呀，在加啦。啊，当天多少？收盘收35.05，9月29号在加，9月29。啊，今嘛无真回去嘞。啊，你几几块？今嘛今日上关是到47.3，啊，别看上关啦，今嘛啦，看现在啦吼，46.3啦吼，46.3安尼啦。按几块？11块，11块你除以35块，11块除以35块，你算我就按偌济？超过30%，安尼说，安尼那个一个30%哦，又是30%哇，30%，安尼个30%。那今天没有带字卡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在短线上了吼，这30%，你讲。你说会很难吗？9月29号到今天啊，给你马家哎有一个月吗？哎呀，一个月哪是赚30%？一个月一档股票可以赚30%，未歹啊啦！你若讲买，你卖讲介挂天天涨停板的一挂黑的币吼，黑没人币那种的吼，都是在追高的啊。这种的嘞，我介绍给你在这里，你不用追，你可以慢慢买，你加会再不会追，买的多。那继续慢慢的加嘛，各在加嘛。啊，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赚得到大钱，然后掌握产业先机，低档位。啊，叫他今天要赚的多少钱呀？不是吗？还有6170啊。来，这个 K 价就是点嘛，吼，9月29号，吼，9月29，39.35。39.35啊，到今天看一下哈，今天43.95，啊，今嘛是落差不多零点五左右啦，0.5了哈，今天小跌0.5了哈，安尼呀，安尼嘛是超过10%，啊，这个较少了，真的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哈，但是它后续啊够还有很强的，还有很强，还够就有机会了哈，好，现在这个是能源了哈，这是能源概念股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比较飙涨的吼，哇，这比较飙涨的股票吼，其实吼，来跟你讲吼，你若即马手来无的吼，跟你讲吼，其实拢，你如果没有跟我们一起操作的话，其实都跟你无关，啊，跟你无关的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档股票今天要不要讲啊？吼，投资朋友们，昨天投资朋友一直问这一档股票吼，一直问这支股票啦吼。好，这支股票，这支我有讲吼，卖过六啊，6XX吼，这支即将喷出，在10月18号，来10月19号，即将喷出，多一支668宏观，啊，10月19号，6月18号我们进场的，6月19号涨7%，这6月18号这你要跟，你要刚到零走在五了吼，啊，6月19号还有机会啊，你嘛开平啊。开在平盘附近啊，你俩六月十九号进来，跟我们一样，还是一样，赶快
六月十九号，还是买在呀、啊，买雪山杯平盘附近呢、啊。六月十九号涨七%，十月二十号涨停板，涨停板。啊，我即刚才翻出来吼，六叉叉喷出。六月二十一号盘中有大涨了、啊、哦，到340，当然后来是涨了2.5元吼。10月20号，10月22号涨停板，这个拜高，定内拜高360.5，昨天再创高，创波段新高了吼，波段新高369.5，那今天今天今天来看一下，今天现在小涨了，那今天再去吼，你老看我新闻吼，昨天你就这个新闻，昨天下午大概5点左右就已经出来了吼，来看一下来。668来，现在目前为止吼，今麦是咧平盘附近吼，平盘吼，早起还有早上还有上涨到365.5吼，去10块吼，今麦咧平盘附近吼。好，来今麦看一下，这来看加加的吼，10月18号，10月18号的加，安尼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，安尼可以看到吗？这样子能够做，安尼我都赚到钱无？当然可以啊！你若没办法掌握，还无没办法，你若无得掌握是变喏，怎么办？啊，就等待啊，就等啊！哦，这是宏观呐、啊，吼、哦。那这是低轨道卫星啦、啊，低轨道卫星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低轨道卫星。那低轨道卫星现在目前为止吼、哦、都是很夯的、啊、吼、哦。啊，够另外一支啦，哎、欸，这支高比吼，还有另外一档股票，我们现在是。在操作吼，啊，你若想要，那它是比较低价。你如果想要操作的话，我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操作。还有一档低价哦，低轨道卫星哦。啊，佮卖讲迄种300几块，拢讲老师啊，你拢买迄种两三百块，我是买两百几块开始做，做到300几块，2775.5，到最高的时阵吼，369.5。还是昨天呐、啊，昨天最高是365.5吼，啊，他多少毛高啊？365.5吼，那这那是比较俗的啦吼，也有比较便宜的，你可以啊，还有比较低价，啊，你若想要高分套中吼，啊，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操作，我们才昨天才进场而已啊，欢迎赶快来这边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， 或是来电都会使，吼，都会使吼，好，那。我们接下来，现在台面上，我们先看一下台面上吼，现在是大盘是第七的高点吼，79点，来看一下台面上现在上涨，其运输钢铁吼拢提1%吼，都涨1%吼，运输，那运输股来看一下这档股票长荣航、长荣海运，我们讲长荣海运吼，啊，目前为止是上涨1.4块吼，昨天有大幅的拉升起来吼，哦，涨很强劲吼，那今天。还有在开在给你开的平盘附近吼，那现在还有在拉升吼，那操作自己要注意啦吼。啊，你来，我嘛跟你讲啊，在这低档的所在吼，我嘛跟你讲啊，这些所在，你这里就不用再杀低了，没个杀低啊，不用再杀低了吼，不用再杀低。哎，那无嘞，手边没有的，你不要追这种股票，你不用就是跟人家凑热闹，然后你可以做其他股票啊，有那么多股票。你是短时间你也看嘛？你如果是在10月18号，你这段时间你可以不用，你可以来跟我们，你俩刚到林操作的，没做这啊，你不需要做这个啊，做这边东西，你可以做这个，还有这个啊，3323啊，安尼啊，做这啊，3035啊，致远啊。啊，够高速传输啊，6684啊，安格啊，这啊，做这一些啊，啊，够一支啦，够一支吼，起价少一点嘛啦吼，8054啦，这起价，这是慢慢涨啦，不是，这不是没起啊，这是慢慢涨啦吼，慢慢涨吼，好那个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你如果需要，你需要什么样的人，你需要什么样的老师来帮你吼，那你思考一下，我们先进段广告。
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晨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晨通投顾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晨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，我们的台湾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声音，你的经验，你的想法，你的勇气，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。你第一次有权利打破人与法之间的藩篱，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做一件大事，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。全体国民的新任务，你就是国民法官。欢迎回到现场，来看一下，来这前两天哈，来11月22号，礼拜五了哈，礼拜五啊，我有扫描 QR code 哈，留言二叉叉，扫描 LINE QR code 留言二叉叉哦，我的上头的哈，这一支哦，啊，你要留言啊，你不你来，你看扫描 QR code 不好哦，哇，我投资朋友有扫描 QR code， 我无留言二叉叉，我唔知道你要从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唔知呀，你要留言，你要留言，我在查工，你要做什么哈啊？扫描 QR code 留言二叉叉哦，这支，然后我就送给你。还有这一档股票，这支留言三叉叉啊，我送给你哦。啊，这两支股票，这两天哦，这啊有表现无啦，有起无啦啊，今麦吼目前为止啊，还在盘中呢吼。那我们不要讲，我们先不要讲，等到盘后吼，我下午 YouTube 我会录个节目吼，那我再来公开来跟大概下午五点过后了吼。那我这个 QR code 扫描我这个 QR code 哈，这个我的 Tape 文哦，我会在这是我的 YouTube 的节目哈，你在看我的 YouTube 节目，我再来公开哈，适度的公开来告诉大家一下哈。阿弟，这阿弟想要现在也可以的，还可以的哈，紧的然后赶紧哈，你唔能等他给你个假说哈，今天走完的话哈，已经第二天啦哈，走完已经第二天啦，阿弟等在外面等哦，在外面看有冇我，嘿冇我啦哈。那你如果想要的话，欢迎可以来扫描 QR code 哦，这留言那留言哦，记得哦，你唔当个啦，跟他扫描 QR code 我啊你是无吼哦，要留言吼、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下午哈，我的节目我来讲啊，那联电法说会吼，那我预估了，张啊黑截哎，荧幕截图和领官在讲了，来看完了，联电昨天下午哈，我怎么跟投资朋友怎么说的，你知阿不哦？咱来看一下吼，咱先看一下伊的毛利率吼，毛利率去年呐、啊，去年第三季吼，同年呐、啊，甲起码今年有吼，你再看，去年在第21%，第三季，去年哦，今年我预估哦，会到35%以上，会到三，你看他第三季，去年第三季21%，第四季23%，今年第一季26%，第二季31.25%，第三季我预估会到。超过35%，因为它有涨价潮哦，一直涨价。今天还是还有持续有在说要还要再涨，还要再涨。啊，听讲哦，被做一家起啊久了，涨4-5%哦，会更加更猛更快哦。好啊，我预估会涨。昨天我已经在节目上有看我 YouTube 的节目的人，大概知道。我就讲哦，今日哦，你都加减哦，买一家联电的啊。啊，你若未富人买边哦，你慢慢念，每一次都要等待哦，你在外面看哦，都是没有。都是没有哦，联电我们操作好几，万一操作在五月份，
在五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炒作两盖第三盖啊，这第三盖啊吼。然后张万达讲，从我在说吼，联电吼，你若有吼，就买一下啦，早买一下啦吼，买一下啦，你就知影啦。到了哪时候卖？到了明天嘛，明天保收会，后天10月28号开盘卖，安尼就好啊，简单咧，安尼也是坦白，能不能赚到钱？这样能不能够赚到钱？那你啊，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吼，你联电，你。这我之前我也常常来跟大家来介绍哦，来我们看一下这短线计划，然后如果想要跟我们操作的欢迎哈、哦，那来赢家才能帮你成为赢家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那也祝投资顺利，我们下午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保证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晨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晨通投顾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晨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晨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